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科注》第532页，我们从第三行第二句看起啊，从会疏这里看起。会疏，瘀是诸苦之因，是戒能力之正念，是善护助，如坐开若尘，人定能为之净慧，则是般若精进一度，总统无故，是则菩萨六度也。前面我们学的此题，我们接着往下看。望昔时稍异于此，以利欲为世界人，正念为禅定，总之皆为利欲。正念与净慧即是菩萨之六度，修此六度呢，能离贪嗔痴三毒，故曰反省。望昔时有曰：利欲即无贪，善正念无嗔，净慧无痴，此名反省。这些都是为我们解释净慧修反省啊，这一句经文。望昔时的话呢，并不难懂啊，跟会疏啊说法稍有不同啊，可是意思没有两样啊。理喻是修除力法啊，就是出力六道轮回，出力生死啊，是出力法的基础啊。所以古德有说：爱不重，不生娑婆；念不移，不生净土。啊，那么这个爱欲是六道轮回的根。我们知道这段事情非常难断啊，六道轮回里头的众生，几个人能没有贪爱啊？于是我们就明白了，为什么会有六道轮回，贪爱为因呢？啊，有贪爱就有六道轮回，没有贪爱就很容易离开六道轮回。往生净土也如是，有贪爱不容易往生啊，他舍不得离开此地。如果贪爱断了，往生很容易啊，只要有愿求往生，阿弥陀佛一定来接引啊。念佛的人，人临命终时，佛不来接引，那是什么原因呢？佛知道你放不下，来了你也不肯去，所以他就不来了。佛很慈悲，不会打搅人啊，完全是恒顺众生，随喜功德，
你想来，他真来接你，啊，不想来，他就不来。菩萨就修持六度，能力贪嗔痴三毒啊。这上头有个菩萨，我们凡夫修这六章六门功课，不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得什么呢？得人天福报啊！什么原因呢？不是菩萨，不是菩萨就没有真的觉悟啊，还贪念世间啊，这个就去不了极乐世界。真正能立贪嗔痴啊，修六度啊，你看六度布施是对治兼贪的，持戒是对治恶业的，真持戒的人不造恶业了啊，真修布施的人呢，决定没有兼贪。啊，真修忍辱，他就能得定。啊，忍辱是禅定的前方便，啊，不能忍怎么会得定？啊，能忍就会开智慧。啊，禅定是正念，般若是智慧现前。啊，这个叫反省。往昔思有数，利欲就是无贪，善正念无嗔，就没有嗔恚。啊，净慧啊，就不愚痴，这就是六度啊，断贪嗔痴啊，这才叫反省。下面这一小段，慧光普照啊，只有两句经文：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前面一段讲的是表无量寿，这一段呢要讲无量光了。无量光有四小段，这是第一段。无量寿体，无量光啊是相，是作用，体相用具足，从此体相用，流出无边之化德化业，教化众生的大的功德，教化众生的真实利益。那这从哪里来的呢？从无量光寿而来。善导大师定善意愿，夜夜誓愿为众生，今此寄送正贤实现。这个就是誓愿为众生的心啊！这里我们看看阿弥陀佛修净土，一定以阿弥陀佛为榜样。啊，他就是我们的指标，我就向他学习。啊，他有这样的大愿，我们要追随他。
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这个照就是现在所讲的影响的意思。啊，普及的意思，普遍能达到。啊，我这个念力的能量可以达到。念力达到了，这个念力如果要是专一，不但你的一念达到，你连四相都可以达到。啊，这一桩事现代科学家跟我们证明了。啊，嘱咐我们起心动念要谨慎。啊，为什么呢？我们这里打个妄想，起个念头，不一定他方世界就出事情。为什么？如果这个念头不善，他方世界这个人也不善，跟我这个念头相应，我这个念，我这个能量就加持他，就让他做更多坏事。于是我们就明白了，我们今天有个不善的念头，就有很多不善的念头加持我们，这些不善我们都叫它做魔障啊，魔的能量来加持你。那我们一个善的念头呢，就获得诸佛菩萨来加持啊，我们自己念头能接收也能加持别人。啊，这个感应道教不可思议啊。理我们能体会得到。啊，科学家的报告我们承认了。去念头一定要善。念头最好不要为自己。啊，为自己实在说呢，几乎都是不善的。啊，这个里头的不善，有些你知道，有些你不知道。知道叫有意，不知道是无意。无论是有意无意，善的对自己有益，不善的可能对别人有伤害。啊，对别人伤害，自己也要负因果责任。啊，学佛了，今天我们真的明白了。总的一句话说，我们跟整个宇宙，一切众生同一个体型，那么换一句话说，我们的信息都是互相联系的，从来没有中断过。给现前这个世界，一切人物啊，无是除了人之外，九法界都是无。啊，无的范围比人大。啊，一切人无就是指十法界，十法界里头的一真庄严，一切信息跟我们都是互通的，
从来没有一秒钟间断过。我们念头善，发出去的念头是善念，从理上讲，我们周边环境，无论是近，无论是远，啊，近在身边，远到变法界、虚空界，应该是平等的，啊，没有差别的。这个信息发出去，啊，缘尽一同。啊，反应也如是，啊，缘尽也都同时反应。为什么？意念当中，它不是物质现象，它没有空间限制。啊，换一句话说，意念是没有时间跟空间的。啊，我们能想过去，能想未来。啊，这就空时间没有了，能想现前，能想他方世界，空间没有了。啊，绝对不是妄念，妄念没有这个能力。啊，阿赖耶里头的心意识没这个能力。啊，我们自信有这个能力。啊，自信的能力，接受自信，也接受自信所变的阿赖耶，所以善恶念头全知道。啊，这是普照十方刹了。啊，智慧光有两个意思，一者如涅槃经云，光明名为智慧，又超日明三昧经，大智外法，能照法界，名为光明。那这个明照法界是什么呢？对于变法界、虚空界明了啊，这就是光照啊。啊，我们有没有光照啊？有，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我们学习大乘，得到佛光助照，同时引发自己自信里面的光明，也能遍照十方。啊，不过我们的智照不远，没有明心见性，明心见性，这个智慧能照就圆满了。我们现在能照，是我们所知道的。啊，见闻觉知里头所得来的。啊，我们看到了，在经典上看到了。我们听到了，啊，听到讲经说，啊，包括科学报告，啊，乃至于世间一切法，啊，譬如我昨天看了一份报告，上一个星期全世界发生的灾难，
将近有40起，我看到了，你们一提，我有这个印象，这就是光照到了。我们看到科学家的报告，天文上有些发现，我们晓得了。这个知觉就是智慧光啊。我们从大乘经典里面知道，像华严讲讲的华藏世界，世界成就啊，这对宏观宇宙的普照，我们学习法相宗知道有百法明门弥勒菩萨瑜伽师地论里头有660法，这些把宇宙之间一切法归纳成品类提起来，我们也有概念，这个都是智光普照这个地方讲的大智法外，对外面能照法界。可是我们呢，在现前是能照，但是照的能量很薄弱，敌不过习气，敌不过习气，发生什么状况呢？叫明知故犯。你比如知道万法皆空，心里还是贪得欢喜这就是习气，敌不过习气这个地方呢，最重要的是要产生警觉，时时刻刻有警觉心要认真努力精进，什么时候能克服习气就得受用了得受用就叫菩萨，就不叫凡夫了你譬如修六度，修六度真正能够把贪嗔痴慢疑断掉了，这就是菩萨了，它起作用了。我们也修六度，修六度不但不能断贪嗔痴慢疑，还很可能增长贪嗔痴慢疑那这修了修了干什么用？有用，修的人天福报你出不了三六道轮回管用。菩萨修六度是功德，凡夫修六度是福德，福德在六道里头享受只要有福，到哪一道都享福除了阿鼻地狱，那是一点福报都没有那是造极重的罪业，极重罪业有时候我们造了的时候根本没有觉知不知道它是其中的罪业。现在人不知道不孝父母是其中的罪业，现在几个人知道孝顺父母？那个孝顺父母如果扩大
往前推，不孝祖宗是极大的罪业，谁是孝祖宗？祖宗已经不在了，我们推到自己家谱里面记载着，我们最早第一个祖先，这是有记载的，当然没有记载的前面还有有记载的第一个是伏羲氏，第二个是神农，第三个是黄帝，这我们家谱上记载这老祖宗老祖宗的事迹都没有，黄帝有记载，伏羲神农都没记载了神农的时候只是教我们记载的，教我们农耕伏羲有个记载画八卦我们老祖宗我们对他怎么孝顺老祖宗留给我们的智慧方法经验我们能够接受能够好好应用在生活上的孝顺我们感恩如果把这些东西全都忘掉了不孝顺我们今天真的是大不孝把老祖宗东西丢掉了老祖宗真实智慧创造了中国的文字发明了文言文这是老祖宗对后代最大的恩惠千万年前他们的知识方法经验靠什么传就靠这个东西这是最好的工具我们今天把文言文不要了废弃掉了这个是不孝达到了基础了不孝这个他真的做到究竟圆满了究竟圆满的不孝国报在哪里这无间地狱永远不能出来那么今天我们讲大孝究竟圆满的大孝要把老祖宗要恢复把它找回来把它发扬光大所以儒释道三个根是我们德行的根本德的根呢中国的汉字文言文是学的根圣贤教育的根我们学圣贤从哪里学就从汉字从文言文学不单你要能读文言文而且要能写文言文为什么你自己这一代所研究的心得你要想流传给后人只有用这个工具不会变质你用白话文写两三百年之后看不懂了没有人能懂了因为语言随着时代变所以西方的这个文学全部都使用
白话文，我们中国人讲都用白话文，就是他的言语跟文字是一致的，所以西方的古籍就没有人能懂，像拉丁文写的写出来的东西没人懂了啊，只有极少数考古学家都没有办法完全了解啊，虽然这个东西保存到现在都没办法，没有人学得到了啊，这是我们现在能看到啊啊，我们能希望中华民族的后代啊，过了一千年之后，现在人写东西都看不懂了，用白话文写的都看不懂啊，可是文言文好，它不贬值啊，你世世代代保留啊，这一条热线是通的，没断的，这个发明还得了吗？这真不得了啊！啊，今天这条热线是通跟古人通达的热线，怎么样把它修复？怎么样把它发扬光大？啊，这是谁的工作呢？圣人的工作，干这个事情的事情是圣人。啊，现在这个时代没有人称圣人，一千年之后，后人尊称有圣人。啊，那你的功德跟孔子是一样的。啊，没有孔子，一生极力提倡啊，把中国古圣先贤的教训，以前是传说，统统写成文字传给后代，这功德大了，至圣先师啊！啊，现在我们濒临断绝的时代了啊，不重视汉字啊，废弃文言文中国传统文化，在今天就称之为绝学啊，到这一代啊就绝灭了。什么人能把它延续下去，这个人的功德不但等于孔子，还要超过孔子啊，成为中国千万人当中第一人啊，谁肯做呢？肯做的人必须把贪嗔痴慢疑断掉，你才是大神，你才是神圣啊！你还有这些毛病习气，你是凡人，凡人发心是很好很善，心有余而力不足，你做不到啊大乘教里面说了，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了，能不能成佛完全在你自己啊，你自己愿不愿意成佛，同样一个道理，你能不能成为大圣成为神圣在乎你自己，你自己肯不肯干，肯不肯把这一生的名闻利养舍掉啊，什么样艰难困苦都障碍不了你，你能把这个事业完成啊，你是真正的中华民族的救星啊。
啊，我期望年轻人能发这个大志啊。不追求名闻利养啊，不追求荣华富贵，你才能做得到啊！这是一份非常艰苦的工作，是非常伟大的工作。超日明三昧经说的这三句，大智法外，能照法界，名为光明。这几句话前面讲过，光明会变远的都讲过。二点呢，如坛南大师赞阿弥陀佛偈有两句：佛光能破无明暗，故佛又号智慧光。上面这一句意思跟前面相同，下面这一句则表智慧光是弥陀甚好之意。一，弥陀十二光明之一。啊，十二光明啊，我们这个经后面会讲到。啊，具足则智慧光啊，就是无量光。且弥陀虽列十二光，这十二个名的就十二光，是在夜夜明中均圆摄于之光德。每一种华严经上所说的一界是多，多界是一啊，一决定具足一切，一切决定在一法之中啊，这一桩事情也被现在科学家发现了啊，科学家称这个现象叫全息。啊，他们用照相的方法发现到的。啊，一张照片，全息的照片，你把它剪碎，剪成很小的碎片，放在极光底下去看呢，那个相片还是完整的，缩小了，啊，一点都没有漏。这是宇宙当中一种自然现象。这个现象佛经上有，
不叫做全息。佛经上怎么想呢？怎么说呢？佛说戒子那须弥，大小宝耳啊，这是佛学的名词，就是科学讲的全息。大小宝耳啊，一粒微尘，一根汗毛断，这个里头有整个宇宙的信息，不但有信息，而且还有现象，一点都不缺啊！比芥菜籽还小，毛端微尘这句话佛在经论上也常说，我们都大意了，没有去深深去研究这个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啊！我们是看到科学家全息的报告，才想到经上有这么一句话啊，跟科学家发现的报告完全一致啊，证明佛这一句话不是妄语，不是随便说的，而是事实真相啊！这佛没妄语啊！啊，科学家对于现代学佛人有很大的贡献。啊，在过去对佛这些说法就叫甚深的密意，真的我们一般人不能理解道理，确实是太深了啊，密是深密，不是秘密啊，佛是说清楚了，但是听的人没听懂啊。透过科学家给我们一解释，恍然大悟啊，佛说出来了啊。所以任何一个名都含是所有佛的名号都在其中啊，任何一个佛的名，释迦牟尼，这里头有没有阿弥陀佛？有没有药师如来？有没有十方三世所有一切佛的名号？有，全句数。一解释多，多解释一。释迦牟尼佛的报土有没有含摄十方一切诸佛如来的报土？有。释迦佛见到，我们见不到。还有谁见到呢？诸佛如来见到，法身菩萨见到，啊，十法界里面众生见不到，你要问为什么？因为变法界虚空界是一体，道理就是这个，一体就是全息的理论了。
一体里头任何一点，那个里头都具足圆满的信息。啊，这个境界名之为不思议境界，你无法想象，你怎么说也说不清楚。大乘经上一句老话，为正方知，你见性了，你自然知道了。故知智慧光也无量，也是无量光，也是无边光，也是无碍光，也是无等光，也是无常光，也是清净等光，后头多了，无论说多少都在这一句里头啊，至古下句见普照十方刹了啊，无量光在横遍十虚，十虚就是十方啊，四方四维上下啊，这叫十虚。故无差不着，佛光啊，记住我们的光啊，也是无差不着啊。如果不照那个佛差，怎么会知道我们？那个佛差里面的佛化身菩萨，他知道我们。我们的信息传到他那里，他收到了，他知道我们了。啊，他的信息也到达我们这边，这互相交流，所以清清楚楚啊。现在是我们发的信息他知道，他发给我们的信息我们不知道啊，这什么原因呢？我们这个机器产生了故障。信息有没有收到？收到了，收到了没有反应，叫故障啊。这故障是什么呢？佛说得很清楚，起心动念，这叫无明障碍啊，分别执着，这叫见思尘沙障碍，所以你不灵光了啊。放下了见思，这个人就称阿罗汉了，证得阿罗汉了。他的机器修复了一部分啊，他所收到的信息啊，能感觉到，能明了，范围就比我们大了。啊，阿罗汉能清清楚楚觉知三千大千世界的信息。如果再放下分别妄想，他就明心见性了。明心见性的人几乎完全恢复了啊，
但是还有习气，无始无明习气在。啊，所以有可能有一些它是模糊影响，不甚清楚。啊，无明习气断干净之后，那它就清清楚楚。这叫究竟圆满了，这叫大圆满了。这个记住啊，佛没有妄语，人人有份呐。不是诸佛如来他个人的专利，不是的。佛教里头没有专利的。啊，佛教里头肯定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换一句话说，一切众生智慧德相啊，完全是平等的，没有人高过人，也没有人少于人，没有，完全平等。这个平等叫做一体。且此光明即是智慧，能照破众生的无明之垢暗。垢是染污，暗是无明，两种障碍呀。垢是烦恼障，暗是所知障。这两种障碍不消除了啊，这个人就证得究竟圆满的佛果了。再看底下这段经文，垢除啊，除垢即难，消除三垢明，铭记众恶难，细舍三途苦，灭诸烦恼难。这个四句经文是我们现前迫切需要的啊！现前灾难很多啊，怎么样济难？除垢就济难了。说得好啊！啊，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啊，消除三垢明，铭记众恶难，三垢贪嗔痴三毒之一名。啊，明是无知的意思。明就是无明，就是愚痴。啊，现代的科学家教导我们，弃恶扬善，贪嗔痴是三毒，是恶啊。其实放弃它就是放下。我们能够把贪嗔痴这三种烦恼把它放下，这三种东西放下了，就转识
成智了。啊，这三种是莫那时的根本烦恼。啊，莫那就是我们现在执着是我，以为是我。啊，莫那是执着。第一个执着有个我。啊，说真话的是如我啊。啊，我是一个什么东西呢？用科学家的话来说，我是一种能量，绝对的能量，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能量。啊，它存在一切处，它存在一切时，它存在，它无处不在。啊，变法界虚空界，它是万事万物的本体。啊，万事万物从哪来？都从它来的，那才是我啊！啊，禅宗的话了。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啊，这个我在佛法的名词叫自性，啊，自性就是我，我就是自性。自性里头没有现象，啊，没有物质现象，没有精神现象，啊，这个念头都没有，也没有自然现象，所以我们六根接触不到它。啊，今天科学跟哲学达不到。啊，为什么？科学跟哲学没有离开妄心。妄心只能圆到妄境，不能亡到真心。自性是真心，圆不到。啊，这个东西只有清净心能见到。啊，清净心要到一定的程度。什么程度呢？清净心里头贪嗔痴慢疑都没有了，你就见到了。还有一点点贪嗔痴慢疑，你就见不到啊，那是障碍啊，染污啊，贪嗔痴慢疑是垢啊。啊，愚痴的根是无明啊，是明啊，心里头有垢有明，见不到。把这两个字洗刷得干干净净。啊，狗是染污去掉了，去掉了。明去掉是光明现出来了。啊，就是经上常讲的清净光明。人的心能够恢复到清净光明，所有灾难都没有了。
居舍论曰：一诸无知啊，诸无知就是一切都无知，什么都不知道了。啊，要知道本性本来是什么都知道的，没有一样不知道，现在全部知道了。啊，全部知道呢，能服神意，宇宙的真相就是神意，被他障碍住了，复视障碍。啊，即障真见，你也见不到了。啊，你不能了知，你也见不到，所以称它做明。明就叫无明。啊，明这个字，明是显之意，啊，显意。显也，备也，甚也，成也。明里头有四个意思。备是具备，甚是甚大，成是成就。啊，所以明是智慧也。只有智慧才能真正解决一切问题。智慧是自信里头本来具足的，所以叫备。慧能大师明心见性报告里头说了一句话：何其自信，本自具足。本自具足就是备的意思，它里头样样都不缺啊，智慧德相啊，样样不缺，不但不缺了，非常丰盛圆满的智慧，圆满的德能，圆满的相好，那就是圣的意思。那个尘呢，能生万法。它起作用，能够帮助一切迷惑颠倒的众生，啊，帮助他们破迷开悟，帮助他们回归自信。即是度的意思，是救的意思，叫救济。明济与慧疏本作广济意思也能同，故知明济即是广度之意。啊，隔难，恶，障碍的意思。啊，碍也，富也，难也。啊，富是比喻，好比一个人被绳索捆绑了，他动弹不得，
这个绳索是比喻烦恼，难是灾难啊，苦难、灾难、困难。故此二句之前世皆为消除众生贪嗔痴三毒之垢岸，广救种种痛苦与灾难恶难众多无数众生，所以叫众恶难。佛之智光啊，悉能明记啊，佛的智光悉能明记。我们今天地球遭难了怎么办呢？我不要佛光，不相信佛光，相信科学啊，看看科学有什么方法能救地球。啊，也是科学技术过分的发达了，把地球生态平衡破坏了，惹出这个灾祸来。现在看科学有没有办法救地球。啊，佛之智光在哪里？人家是佛虚无缥缈啊，佛光在哪里？我没看见呢。佛光怎么能救我？你们大家想想，佛光在哪里？你有没有想到，佛在《华严经》上说的，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你本来是佛，佛光就在你身边呢，你怎么救法呢？你把贪嗔痴慢放下去就了吗？哦，佛光就现前了吗？佛光怎么不能救啊？我放下我就得救，你放下你就得救，人人都放下。美国布莱登博士讲啊，化解2012玛雅灾难预言，他说了三句话就把问题解决了。第一句要求居住在地球上的居民弃恶扬善。什么是恶？贪嗔痴慢疑是恶，杀盗淫妄是我，把这个东西放下行善啊，改邪归正，端正信念，不但灾难能够化解，而且把地球带上更好的走向。你看看跟这话说的一样啊啊，所以千万不要讲到佛光，佛光就想到泥塑木雕的佛像，那你完全是迷信的，你根本不懂佛法了。啊，佛法，佛的意思是觉，谁觉？自己觉。啊，自觉觉他了。这叫佛了，我自己救，我也帮助别人救，这就叫佛
啊，福在哪里？哪个行业里头都有福，男女老少，各行各业里头。没有自私自利，那决定是自利利他，而且把利他摆在前面。原来利他即是自利呀！啊，自他是一，自他不二。啊，这个里头道理很深。啊，但是现在科学家发现了有一部分跟佛经上讲的完全相同。这刚刚开始啊。我们有理由可以相信。二三十年之后，科学发现的东西会越来越接近大乘经典。到那个时候，大家明白了，过去对佛教冤枉了，对不起，原来佛教是科学，不是宗教。这是真的啊！我从佛学佛开始，跟方老师学佛开始，就没有把佛教看成宗教。啊，我最初完全接受老师的教诲，佛教是高等哲学。啊，现在经过六十年，看到科学报告，我又知道佛教是高等科学。啊，照西方人讲的那个宗教的定义，在佛教里头找不到啊。中文里面的宗教教义跟佛教是完全相应。啊，可惜中国人很少人讲。啊，中国宗教是什么意思？啊，你查查字典看，一般字典都查得到，宗是什么意思？宗是主要的、重要的、遵从的。那教呢？教是教育、教学、教化，这两个字合起来，是人类主要的教育、重要的教学、遵从的教化。这个放在佛教上一点都不错。那如果你知道这两个字的意思，你把它不要了，换一句话说，人类最重要的教育不要了，重要的教学也不要了，遵从的教化也不要了，那不变成无知了吗？啊，中国人讲宗教的宗教啊，那就是我们传统的文化了，跟这个宗教意思完全相应的。啊，伦理道德是重要的教育，不要了，不要伦理，人乱了，
今天真的乱伦了。父子没有亲。夫妇没有义。长幼没有序，朋友没有信，这今天的社会啊，五常全没有了，都不要了。五常呢？五常是仁义礼智信，不要什么不仁、不义、无礼、无智、无信，这个社会好吗？今天社会确实如此，中国没有无常，外国也没有无常。人与人之间什么关系呢？利害关系。有利就是朋友合作，没有利就是敌人。灾难就是这么来的。我们不敢讲灾难的，我们没有这个智慧，没有这个知识，我们凭什么讲啊？我们是听说的，报纸上刊登的，媒体上所播放的，我也不看这些东西，好心的同学，每个月把重要的这些新闻标题，我不看内容，把标题写下来的时候给我看看，我知道这一个月当中啊，这个世界上发生了什么大事我的信息是从这么来的，没有人提供我也就不要，有人提供来了我看看。其实不看也知道。你要问我如何应对呢，我就老实告诉大家，我就是一句阿弥陀佛。我的目的在极乐世界，我天天都想去。我随时都想去，我对这个世界没有丝毫留恋。我不伤害任何人，我也不会障碍任何一个人。我有伤害别人的念头，有障碍别人的念头，我就知道我到极乐世界不受欢迎。所以我愿意做一个极乐世界欢迎我的人。回报我的人，伤害我的人，陷害我的人，我对他都感恩。极乐世界欢迎我。我如果对他有怨恨呢，极乐世界不会欢迎我。为什么？这个人心还不清净，还记着怨恨，还记仇。这样的人到极乐世界，会把极乐世界人染污了，不受欢迎。那么极乐世界还是欢迎中国人所谓的宗教人士。中国传统的教育就是中国人宗教那个意思。儒教是宗教。讲伦理道德嘛。这个道家是宗教。佛是宗教。跟外国宗教的定义不一样啊。
儒跟佛用外国的宗教讲不通啊，跟他们的定义不相应的。啊，中国宗教能够包含全世界所有宗教。啊，但是外国宗教的时候，用他的这个定义来讲的时候，儒跟佛不在其中。啊，道教可以。啊，四理要搞清楚。我们信跟不信都是正确的。啊，不能含糊。含糊那都叫迷信。啊，没搞清楚你就相信。相信它是对的是迷信。相信它是错的也是迷信。没搞清楚吧。啊，没搞清楚是什么态度呢？不参与任何意见，这就正确的。我没搞清楚，你要叫我提出意见的话，我一定两方面都搞清楚。啊，我在早年遇到一桩事情啊，跟李老师学经教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我在台中做义工，我的工作是慈光图书馆的管理员啊，管理员有三个人，我是其中的一个。那么有一天我们附近基督教的教堂有位先生到我们图书馆阅览室啊来看报纸啊，我在那个地方接待他，他是个基督徒啊，我们一谈呢是老乡，他也是安徽人，哎呀很难得啊，他就批评佛教啊，说佛教是迷信啊，我听了很好，我说很难得，如果你能把佛教批驳倒了，把这些佛教徒都救回来，哎呀你做了一桩大功的事情啊，好事啊，救了这么多人啊。他就越来越高兴啊，声音越来越大啊，批评了两个小时啊，他说我都点头，我没有回话啊，沏一杯茶给他啊，让他慢慢说，说了两个小时啊，快吃午饭的时候了，时间差不多了啊，我说这位先生，我说我有一句有一个疑问呢，向你请教。我他很高兴，什么问题？我说我们要看一篇文章，批评一篇文章啊，是不是要先把这篇文章看清楚？那当然的啊。我说你批评佛教啊，两个小时了，佛经有没有看过？没有。我们这个图书馆每一个星期三讲经，你有没有来听过？没有。我说你胆子都不小啊，图书馆还有很多人呢，我说你不怕那么多人耻笑你吗？他一句话没得说啊。然后我告诉他，欢迎你批评，你一定要来学学经教啊，要来听经，把佛教真搞清楚了，你把它批驳到了，你救了多少人，那你才叫救世主啊。先要来学经教，佛教到底是什么啊？这个人也很难得，第二天带了他教堂的
牧师来看我，很客气啊。所以我就告诉他，佛教是经得起批评的啊，但是这个打仗一样，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呐。你对他一无所知，你肯定打败仗。啊，我们要消灭这个敌人，对敌人情况一无所知，你决定消灭不了他，最后会被他消灭。啊，所以中国古人讲，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有道理。啊，完全不知道，随意来批判，这就很重的罪过。你冤枉一个好人，你对他不知道，你造的这个业重不重？啊，这一段给我们所说的真是救苦救难，现在我们遇到这么大的重大的灾难，用什么方法来救？智慧、知识不能解决问题。今天科学是走向知识，不是智慧。啊，科学造成今天的灾难，科学没有办法解决。啊，那么就是看到现代新兴的科学啊，他们的名词叫前卫科学啊，就量子力学啊，确确实实是把过去这个科学的基础提出了质疑啊，说明三四百年前提出的二分法是错误的啊，这个二分法一直到现在都遵守住啊，就是把物理跟心理分成两分啊，现在量子力学家肯定物理跟心理决定不能分，它是一不是二。那否定心理，物理就没有了；否定物理，心理就没有了。啊，它是一体的两面。啊，现代科学家提出来。这个二分是错误的啊！现在这些科学家又肯定人类有一种本能啊，对这种本能我们丧失掉了，古人有，他们看到许多现在还留在这个世界少数的族群，他们有古老的那些文化啊，像玛雅也是的古老的文化，他们很多的语言是真正智慧，不是迷信。他们怎么会知道的？这就肯定人有一种本能啊，这是我们现在人所不知道的啊，几千年以后的事情他们为什么会晓得
啊，所以提出来，对于古老传统的文化，要加以肯定，不能说它是迷信。那也不可以承认那是落后。啊，很多东西超越了今天科学，科学做不到。啊，那么这都是一批新兴的，啊，新的科学。在他们的研究有很多新的发现，修正过去的错误，我们看到这些信息，知道啊，这个路慢慢就走上了正道了，啊，所以佛家讲的偏见邪见，啊，物理心理是两边，偏念偏掉了，佛家讲中道啊，不偏不邪。那这才是真理。念拉着你的前世说得好，消除众生贪嗔痴三毒之垢暗，垢是染污，暗是无知，我们没有智慧啊。今天染污非常严重，精神的染污，生理的染污啊，扩大到水资源的染污，土壤的染污啊，严重性的科学家提出警告，啊，再不能改善，地球上就不适合人类生存了，不适合人类居住了。啊，这是什么造成的？近代科技造成的。啊，古时候没有啊，让我们想到我们老祖宗那么有智慧，那么聪明，为什么不发展科学？我们明白了，2000年前发展到现在科学，那现在2000年没有了，地球就完了。所以老祖宗发展文化的文明，不搞科技的文明啊！现在我们知道这是大德大智大贤啊，不给人类带来灾难的啊，还是要放下贪嗔痴三毒啊，放下怨恨恼怒烦，放下杀盗淫妄，才能广救种种痛苦与灾难啊！这个就是汤恩密所说的，需要中国孔孟学术，要大乘佛法啊，救苦救难的。
佛之智光啊，显能明记啊，如慧所说的，三口是贪嗔痴，此三苟然心性，我们心不明了。啊，心呢不灵了，都是被这个障碍了啊！啊，今众生盲明，故曰明。盲是无知啊，不知道事实真相啊，是流转因，就是。流转六道轮回生死之因，众厄难是其苦啊，为六趣四生，六趣是六道，四生是胎卵石化，一切众生他的生态啊，不外乎这个四种。佛光普流清净欢喜智慧之德啊，佛的光就是佛的教诲啊，佛的身教啊，啊，身是因身啊，就是讲学啊，教导啊。它是清净的，它不是染污的，它是欢喜的，它不是苦恼的，它是智慧的，它不是愚痴的，所以它有三德：清净德、欢喜德、智慧德，所以有能量消除三障之迷啊，这个三障就是迷惑、造业受苦啊，这叫三障啊。戒因即灭啊，这叫苦即灭道四谛啊。苦是苦，即就是迷惑造业啊，这个因灭掉了啊，消灭极地的苦因，苦果何止啊。啊，终止流转之苦果，故云广济。啊，确确实实能帮助你，不但能解决现前的苦报，还能够帮助你终止六道轮回。啊，不再到轮回里面搞这些流转了，这叫究竟究解，圆满的把苦啊，你能救我这一生，不能救来生，这个不圆满。佛帮助人，不但你现前的利益，你往后生生世世都得利益。啊，谢舍三途苦，灭诸烦恼啊。啊，这是臣上文而言，消灭三途，离三恶道。三途极苦啊，比人间苦多了。所以大圣垂此啊，大圣是成佛，佛菩萨慈悲。
愿临舍利。啊，佛菩萨希望大家都能够啊处理。故四十八愿之首，第一愿为过无我道，第二愿呢不堕我趣。啊，这是慈悲到基础啊。佛菩萨了，不愿意看到你堕我道，不愿意看到这个世间有我道。经云：“习舍三途苦，其意同也。”啊，跟这个意思完全相同。四十八愿，第一愿、第二愿，就给我们宣布，极乐世界没有三恶道。纵然造作三恶道的业，而且是极重的业，啊，第十八愿里都说了。忤逆、杀父、杀母、杀阿罗汉、触佛身学、破猴合身，这叫忤逆罪，极重的。舍我，忤逆舍我，还有毁谤佛法。这样重的罪，临终的时候能忏悔，能承认自己的过失，都能往生。阿弥陀佛都会接引你。啊，只要你真正认错，真正悔改，后不再造，都能往生。这个经文意义非常重大，啊，阿弥陀佛能够饶恕他，一样接引他，没有把他看成例外。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遇到一些逆境恶缘，啊，别人伤害我们，回谤我们，羞辱我们，啊，障碍我们，陷害我们，这算什么啊？我们跟阿弥陀佛比比，阿弥陀佛能原谅他？啊，我们不能原谅他。跟阿弥陀佛愿心不同啊，不同怎么能往生？啊，这个人造作忤逆、舍我、毁谤佛法，这是多大的罪啊！承认自己的过失，马上能够悔改，啊，临终一念生念都能往生，啊，往生的品位不一定是很低，说不定是上上品往生。善导大师说：“极乐。”四徒三辈九品，总在遇缘不同。啊，造作这些大恶，是一念迷惑啊！做错了事啊！
做错之后能够悔改，叫良心发现啊，不敢再做错事了，那就是好人了啊，应该要原谅啊。他不肯悔改呢，不肯悔改就到地狱去受罪业，去接受果报啊，要把他的罪业消掉啊。地狱是消罪业的，罪业消掉了他就出来了啊。其实那个罪业地狱是自己变现的，罪业没有了的时候地狱就不见了，它是化变化生的啊，不是阎罗王鬼王见到地狱让他受罪的，不是的啊。所以我们晓得地狱是自己罪业变现的，你造什么样的罪业就变现什么样的地狱啊，业报报完的时候地狱就变了啊，地狱不是真的啊。所以这些道理懂得了，我们这一生念佛求往生只有一个真诚正念待人接物啊，不计较任何人的过失啊，要像佛菩萨看众生一样啊。现在人所有一切过失都应当要原谅，为什么？没有人教他，他要没有过失，他肯定是佛菩萨再来的，圣贤再来的。如果不是圣贤，从小他就学坏了，他怎么能坏？所以今天学坏是正常现象啊！啊，今天不做坏事，没有坏念头，这个人不是凡人呐，不正常啊，跟一般人不一样啊。这是摆在面前的事实，一定要认识得清楚啊，要把心量脱开，要把慈悲展现出来啊，真正爱一切众生，爱这一切造作罪业的众生啊，要帮助他回头，帮助他回头，我们要做榜样给他看啊。如果他做足不善，我们不原谅他啊，还要想惩罚他，他回不了头啊，他的怨恨会更深的，那就造成生生世世冤冤相报，双方都苦啊。我们的佛白学了啊，学佛就是为了了解事实真相，这就叫佛啊，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我们不能跟他一样的想法啊，他做什么坏事我们原谅他，不计较他，随他去，我们做出好样子，这个样子跟他完全是相反的，让他去看，让他慢慢觉悟，让他慢慢回头啊，这才有回头的可能，才有回头的一天，绝不能用怨恨呐！啊，一定要知道世间一切法是假的，不是真的啊，钱财被人骗去了，被人夺去了，无所谓，那个东西本来就是假的，就是空的啊，有没有与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啊。
啊，我们学佛的人有财也不愿意享受，通通拿去布施，没有不是更好吗？没有没有事做啊，古人说啊，好事不如无事啊，无事是第一好啊，这个道理要懂啊。那人家供养来了，就要替他做好事，你看看还得动脑筋，要替他做好事，那就不供养不就没事吗？没事是最好的啊，所以懂得这个道理，绝对不会问人家要一分钱啊，我们的日子过得清净无为啊，人家正送上来了，想做好事，他不知道当初说做好事，那我们带他做好事啊，今天的好事，第一桩好事，培养传统文化人才，培养佛法的高僧，这第一好事。那第二桩好事，传播佛法啊，印诵大乘经典，像现在光碟这些都是好事啊，人家听了看了真的利益了。那纵然现前不得利益，阿赖耶识种了佛法的种子，来生后世预言就会起作用。啊，这是好事。啊，第一等的好事。啊，其他的好事，世间人慈善事业的人很多。他们会去做这种第一等的，他不容易遇到，他也没有想到啊，他要想到啊，他早就干了，没有想到啊啊，培养人才是大事，如果中国在这个时代啊，十年之后出了几个孔子，出了几个孟子，出了几个释迦牟尼，出了几个老庄，不但中国就有救了，全世界都得救了，这多重要啊！十年能不能培养？能，肯定能啊，所以这个懂得学习的方法没有不成就的。今天我们就学习到此。